玩那打废墟，一到晋级赛就这样子。 精准射击，为啥？为什么不挂 VIP？ 挂 VIP 浪费时间，挂外面就行了。因为你挂 VIP， 你要一来一回，人家贴过来了，所以直接挂外面，让他就。 这么久得四杀呀，这分不能丢啊！ 所以只能说不好意思。 嘿嘿。
对，晋级赛，晋级赛，还好晋级赛不是殿堂，殿堂打那些前一百的人就打不过了，有点打不过的感觉。这没了，好，哎，终于五只了。今天中午卡这竞赛卡了一次，头都炸了。